本集由敷了就如同王俊凯、王源、易烊千玺变成一束光的自然堂水光面膜赞助播出。面膜贴贴贴，水光光光光。首先呢，这是一个实心的一个环，这是一个项链。哎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。你看它进去之后，它是可以，它是套不进去的，就是会掉下来。但是这就是一个魔术，太起了。这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小碗，这是一个杯子，你可以检查一下上面是没有东西的，对吧？对吧？这呢是两枚硬币，一个一角的，一个一元的。现在呢，把这个一元的硬币塞进去，然后盖住它，奇迹就要发生了。给个特写。这是一个空帽子，对吧？这个帽子戴上去会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，我过来给你戴吧，好吧、okay. 空帽子啊、你们先拿着，我检查一下是空的是吗？你不能检查一下、大家看一下空的、确实是空的、好，这个模式需要一个配合，就是你需要下腰，然后我从这里给你取下，对，往下一点，对对对，往下，对，好，坚持，好，我取了，叔叔的腰，看，魔术就发生了，我们的自然堂水光面膜，让你容光焕发。好，哎，你的脸怎么了？用这个吧，它会让你容光焕发，水光咚咚咚。好，下一个。下一个是我们设定的主题是医生，你的角色是医生，然后我医生唱歌。十年之前，不要笑话南方人的。然后你的角色是一个医生，好，然后我是来扮演这个病人。好，开始喽。然后我就进来，大夫，我最近总是睡不着，气色很差，先挂号去。没有，好，挂完了。那你可以试试这个。你最近是不是经常熬夜啊？用它吧，会让你容光焕发，水光咚咚咚。好，缴费吧。你的脸怎么了？你可以试试这个，会让你容光焕发，水光咚咚咚。好，我们感谢王源为我们带来精彩的两段角色，谢谢大家。千玺画画一直都是大家知道的，然后私底下画画也是一流水平啊，对对对。就下面来玩一个游戏，就是你画我猜。然后这里大家看到有一张面膜，易烊千玺在这个面膜上面作画，就你想象的画。
好，这一定是个比较赞的地方，我去过的地方吗？这里有光，充满光，还有水，充满光和水的地方。这一定是喜马拉雅。我们都知道 TFBOYS 代言了自然堂的水光面膜，它的产品成分冰川水来自神秘的水域喜马拉雅，敷完肌肤就水光光哦，聚水之能，向光而生，真是太恰当了。刚刚易烊千玺画了一幅画让我们拍，我现在给他出一个题目让他画，我们看看易烊千玺发挥的怎么样。就出一个洋洋得意吧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好，那就开始作画。洋洋得意，先画一只羊，让他很开心，再画一只羊，他也很开心。好，谢谢易烊千玺为我们带来洋洋得意，大家可以待会我们可以拿给大家展示一下。这个先保密一下。嘉宾的话是会有，而且有一群非常是一群人了，好，透露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对。看似就准备一些还是跟以前是一样的，对，形式是一样的，但是就是可能会内容不一样。其实组合三个人的歌都要唱，但是个人的 solo 部分都是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意。对，也有准备。就是特别的环节。已经走到第四步，会不会觉得说跟前面会有一些心情上的变化？还好吧。反正我现在的就是觉得说一年了，然后要好好演出，好好汇报给大家一年成果。心境上的变化就是更加的成熟了，然后就自己心理活动就更多了。记得第一年能排演，第一次是什么样的？第一次是2019年吧。其实也是登台的时候就感觉很紧张，然后上台之后就发现就是场馆都是自己的粉丝，就是很开心。对，因为之前也去过大场馆，就是但是是那种拼盘的，但是这次2019是我们真正自己的演唱会，就感觉非常欣慰了，然后感觉到骄傲开心，就是特别感动，然后还很紧张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自己期待一下吧。不知道，就是，反正我觉得大家一起开心就行了。一样。那有什么想要跟粉丝说的呢？希望粉丝们就是能够开开心心来我们演唱会，然后看我们的演出，也能够享受这个，两个小时的演唱会。希望粉丝多敷面膜，变成漂亮的小姐姐、小哥哥。希望粉丝来中演唱会开心心的，然后跟我们玩的也开心心的。聚水之能，向光而生。8月13日，我们在南京等你，不见不散。